街头是来宾向向，去年因为疫情的因果暂停举办的玉德祠爱心观游会，今年移师到位于嘉义县滨江工业区内嘉义酒厂，邀请社会各界机关团体、企业人士做伙来参与这个公益活动，同时就促号召经济社会大众支持身心障碍者的终身教育服务，并且了解就近生活照顾以及在地老化的重要性。基金会对87年成立到即马。为了让嘉义地区身心障碍者会使就近得到良好的日间生活照顾、生活自理训练、社会活动参与、职业导演、复健服务等等，目前已经对日间照护扩大为全日型的带属服务，提供身心障碍者35位日托服务，啊，佮有40位的专利型带属照顾服务。啊，我想，若泽基金会已经成立20多年了哈，它一直是我们在嘉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照顾弱势身障的一个机构。那他感谢他们的付出，今天他们的爱心圆游会啊，他每年都办一次。那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县长来这边跟基金会以及大家做致意，那也感谢今天嘉义行善团在这个会场啊特别致赠哈我们若泽基金会哈一台车子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代步工具，那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多参加这个爱心事业。能够对整个身障团体跟弱势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贡献，那嘉义县政府也会跟大家在一起照顾好所有的弱势团体，谢谢大家，谢谢。今天这个爱心圆会哈，承蒙大家的帮忙，人潮非常多，我们谢谢嘉义行善团徐理事长所带领的团队捐赠一台的福祉车，给我们基金会使用，照顾这些小朋友，真的非常谢谢。谢谢大家。伊伫即件的公益活动当中，除了举办圆游会以外，嘉义市嘉义行善团嘛赠送一台价值180万的福祉车，让应生的出行更加安全，嘛更加方便。今天我们嘉义市嘉义行善团，那么在洛祖尔今天的爱心圆游会上面，行善团来捐赠高顶的富康巴士。那因为我们知道，弱智身障者，那么呢，他的行的这个方便是更重要。那么他在安养、医疗、教育以及生活上，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造成他的一个学习上面的一个困难。那么我们嘉义市嘉义行善团，在我们里监事大家共同的一个见证之下，我们。除了造桥，我们也搭新桥。那么呢，我们来捐赠富康巴士，就是我们的新桥工作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新桥行动。我们希望透过捐赠富康巴士这样的一个行动，让我们嘉义行善团，我们满满的爱心，我们也来关怀，我们也来照顾身心障碍者他们的一个方便。对啊，这是我们嘉义行善团，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呼吁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爱心朋友们，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啊，若竹儿他们在身心障碍者的方面的这么一个努力的一个付出。今天非常的欢喜啦哈，一旦讲用的这个感恩的心情，来参加咱这若竹儿的年会。看到这多贵宾，尤其嘉义行善团的，都见证因的交通车的，会当讲看到实在足甘心。尤其这个圆游会过去拢伫嘉义市，今仔日移师来甲闽南的酒厂，我以有荣焉。尤其看到这多人来参与，来共享盛举的，流个滚滚。我感觉讲。在我们若祖儿的林董事长就是林爸爸带领所有的董事长呢，以小爱化为大爱来帮助这心智障碍和身心障碍的家族呢，让这人有一个安住的好地方，可以减轻他们家庭的这个压力。我感觉说若祖儿在过去的董事长甲即卖林董事长咧，甲所有董干事咧，因即款爱心主导我们敬拜，我们要共享盛举。今日圆游会
大家啊，做伙来做，做伙来做爱心，哦，会当心智障碍者、甲身心障碍者咧，啊会当啊长期啊来，互因有一个安心的过好日子呢。欢迎会延续以往活动当中，除了有食、食、衫、药、乐等物品的爱心打围，以及若主儿家己做的产品以卖以外。更加有青春洋溢、活力十足的各校校社团的精彩演出，欢迎大家做伙来玩游会，会使来吃，啊，佮有啉，嘛会使做公益。世新新闻专线陈明雄采访报道。